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很久没有吃肥肉了，家里还有一头肥腊肉。今天我和小龙虾两兄弟吃这个肥肉挑战啊，等一下我用蒸起来。太肥了吧。还有继续。现在开始蒸。往上去，开吃了，开吃了！哎呀，这个肥肉！来，这个最大的。好吃吗？嗯。生蚝。腻不腻？腻，好吃。腻啊。可以啊。嗯。是新方的节奏吗？嗯。嗯。那谁红的？嗯。又要听了。吃点南瓜甜呀，拿得好吃。嗯嗯，开胃，刚好这个菜跟这个菜绝配，解腻，走起，老师，走起，我来这个大碗，我吃这个大碗，吃老板，哇，哎呀，来来，这个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如果视频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肥肉好吃啊，拜拜。